咱们吃了吗？我是文杰，今天出来买包子，咱们下午2点钟，之前总要排队的，今天去看看排不排队啊？因为我沿路过来，看到有蛮多人手上拎着包子往这边走，我也举手走。先走，这边好走。没有鲜肉，对不起啊，没有鲜肉，现在还等20分钟。20分钟才鲜肉。四大袋，我刚刚来的时候还不排队的，后来发现那边的鲜肉包子已经卖完了，人们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了。其实我上回也是来拍了袁大头的包子的，当时的时候是2年前，那个时候对面的九龙王打包刚刚开业，当时那边排队排了好长的队，我当时生怕他这边打两边打架的话，这边会搞不见的，后来发现这边也坚挺下来了，但是那一边我觉得分得出来，真的分得出来哦，是分得出来。它这个鲜肉的包子，它就是那种顶上留了孔的，留了圆孔的，酱肉的是没有留的。哪一种好吃啊？看个人口味，我家有人吃喜欢吃鲜肉，有人喜欢吃酱肉，你们一样买一点。酱肉就比较干一些，鲜肉里面它那个油脂就比较多一些。婆婆发现了什么？你不用问了，甜甜要不要吗？不，随便看。你有啊，九龙王的。生意明显没有这边好啊，看得起啊。那没办法，他开的地方多啊。他原先开的时候生意很好的。那边刚好开到他对面啊，原先是。2年前嘛。哎，我挑地方。对呀、啊，两年前把他的生意抢了不少去了，但是现在还好像还是做不过他。那他们都说这家算账，他算账特别快，每回我跟他就是一报给他多少个多少个，而且都很杂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一下就算好了，而且就是连那个包子一起都给你了，哇，速度特别快，手速。所以他排队好像都不是虚排的，就是。哦，好快，不像有的，嗯，半小时都没。对对对。哦，鲜肉、酱肉、腌菜、牛肉，各四个都是菜多。我不知道，你那圆好像。他速度好快哦，一下账就算出来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那个。啊，8个鲜肉，10个酱肉，8个鲜肉，5个酱肉，5个花卷。40块，好快的手的。啊，好。我都想弄不了了。他的手速也太快了，我刚刚一说完，他立马就给我把包子装好了，钱也立马就起来了。他的排队真的是不是虚排的，就是熟的也快，然后他的队伍也长。刚刚取了我的鲜肉包子，看我的手和这个包子的大小，真的是够大一个呀。这个锅头也真的是够大呀，都已经裂开，哇，这个油，这个大一坨肉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皮薄馅大的啊，但是我屋里人，就是屋里爸妈妈老人，像那边排队的大多数是年纪大的啊，他们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比较实在的。我屋里也买了好多次了这个包子。啊，好多油啊！这边的油都已经滴少的了。买回去和屋里人一起分享，拿了个地址就不用我说了，管好楼，袁大头噻，老武汉都晓得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